今天是6月24号，星期五，天气呢是晴天。今天下午呢可能要下山倒个垃圾，所以呢，早上呢就一口气的把所有的工作呢从头做到尾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。而且要趁今天还早上还有工人。而且洗洗澡呢就可以好好在中午呢正中午的时候休息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下山之前呢赶紧巡视一下农场咯。这是我们家第五颗的南瓜，看起来是应该有授粉成功，因为看起来它还蛮翠绿的，那应该是有授粉成功。 OK， 这是我们家的第五颗南瓜咯。比较好控制啊，大概可以吧。还有啊，那个后面呢，南瓜还有这边的，这边的是那个洛神跟秋葵啊。这个。对啊，这两个网子里面都有啊。这样会不会死？不会，它活得好好的，它不会死的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呢？被水浇浇就死翘翘。不会啊，我今天看一下丝瓜有没有在新的母花需要套袋的，顺便检查一下。今天是女儿。女儿开门了。好，你开窗。然后丝瓜苗也快上去了，然后上去以后呢，应该就会有不错的成果。开门也开窗了。好，现在没有关了。好。我想说等下走过去要最后再关。好的，那顺便找一下这个南瓜呢，有没有新的母花。看起来好像是没有。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呢是有五颗的我们南瓜。丝瓜呢看起来好像没有需要套袋的。等一下到上面再去 look 看看咯。今天看到我们家的苦瓜呢，小苦瓜呢，是有变大了一点，这是白玉苦瓜。今天也顺便稍微瞄一下，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白玉苦瓜。因为苦瓜到最后要大一点比较好找，小的是还蛮难找的。稍微粗略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了。我每天套的这个番茄牛番茄就是这样的，小小的时候，这么小的时候我就需要把它套袋了。套袋以后呢，然后等它慢慢的生长，生长到很久很久我都忘了它的时候呢，它终于成熟了。红咚咚的跟小苹果一样吧，很可爱吧。这是完全的有机栽培的一个牛番茄。这一颗牛番茄今天就赠予我的女儿跟老婆吧。这一颗呢就很不幸呢，它比较晚包扎套袋，所以它就有点受伤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小黄瓜跟牛番茄。那牛番茄现在呢已经开始要成熟了，所以也是牛番茄开始可以采收的时节了。 OK， 我们来帮牛番茄套一些袋咯。